马上为您播出细说台湾。但是王爷公通念王爷兵马有这刷撇下心理力量，结果顶头王爷旗都变成王爷火令王爷兵马的象征。百年前就王爷公为着要找适合的旗鼓啊，降价福州挑选神木，这支旗鼓啊渡海而来，当地人甲合作通天神跳。被庙公所解救的查某囡仔，我都知道人心的欲望。不过因为袂当看清的人，却是怎啊来上无志气的敲鼓啊？神笔鹿龙用尽心机要得到通天神跳。心跳却是缩小，立在跳骨的腹肚底。跳骨啊，为着要生存哩，竟然愿意破腹。今仔日细说台湾，就要讲一段真心换绝情的故事。王爷钦点千年树，化作机构典韦仪，身披女子垂红纱，心跳无情望清明。跳骨少年表尽心，破腹小见换绝情。尽管难过会当初，只羡鸳鸯伴一生。请收看今仔日的细说台湾，通天心跳。中环沿海有一间王爷庙，庙口有一支百万年的旗鼓啊。暗时啊，顶头挂古灯，进入灯塔同款，福气准备未失方向，众人甲合作通天神跳。因为尊人减少，全民拢准备祭品要来答谢王爷。但是有灵性的神木认为讲，渔民平安出海是伊求光百里的功劳，心内真毋是滋味。这个时阵，海边啊出现一个神秘的女子，伊面对旗鼓啊所发出来的光，得讲真奇怪的话。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天才啊，天才啊！哦，你今年犯太岁，最近运气阁无。我甲你叫你无出来，你硬要出来，到时阵你有三长两短哦。你那尔哦，逐天去店内有笑口听我听啦。嗯，多济人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是安怎？那混在遮啦？啊，臭个天才啊！那衰神哦，救人较要紧啊！这个神秘女子到底是啥人？为何突然间出现在遮？一看到机构啊，所发出来光芒了后，我们找迄个人到底是啥人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那叫垃圾。你真神啊！我给你煮一锅饭哦，你趁手来吃啦。哎呦，你免惊啦，我是这的庙公哦。啊，你昨暝唔知喏，魂躲咧海边啊啦。伊是港口村的号主，定海府的庙公，是雕刻通天神跳的师傅，人拢叫伊李进书。少年的时阵有婚约，受到老母的阻挡，未婚妻屈向人嫁去福州，是伊终身的遗憾。哼，想袂到我这么好运，一来到这，就让我拄到会当利用的人。我进来吃，哈、哦！我叫阿帅，我是伫福州来的，中途差点去被风英淹死，多谢你甲我救，啊无恐惊，我都无法度完成我阿母交代的遗言啊！啊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假使你若有啥物需要，做你甲我讲，哈、哦！我是来找我亲生阿爹的，
阮阿母过身之前甲我讲，伊以前是遮个人，本来甲我阿爹有婚约，啊，不过对方就怪阿母无甲阮安尼，加甲因拆散。迄时阵，阮阿母的巴肚内底已经有我，不得已，伊只好嫁去福州啊。啊，你那尼啊叫什么名？我阿娘姓屈，叫香莲。香莲，莫怪哦，你生到恁阿娘呢一模一样。你是啥物阿娘？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想袂到，香莲迄时阵有我的骨肉，是我辜负伊啦。你是我阿爹。袂当和恁阿娘做伙，是我一世人的遗憾。想袂到天公伯啊对我这样好，会当予我已经观察已经入去一半的人，甲我的亲生查某囝相认。阿爹，我的乖查某囝，爹对不起你。老表讲，一生上大遗憾，就是无多甲心爱人做伙，所以面对阿叔安尼生出现。老表讲连想也无想，就认定讲阿叔真正是个查某囝。这阿叔竟然会当看清楚人心呢？到底伊是何方神圣？有啥物目的呢？敢讲这个伊伫海边啊，讲要找人有关系呢？这一切搁甲庙前个机构啊有啥物牵连呢？感谢王爷吼，予我甲我个查某囝相认啦。啊，今日我特别带阮查某囝阿叔哦，来甲你拜拜啦，吼！来，香给我啦，吼！你莫看这支通天神条，伊毋是普通的树木，伊是王爷吼去福州挑选的千年福杉啦。迄若王爷吼需要兵马的时阵哦，甲这剑旗一挂吼，方圆百里所有的兵将拢爱听伊的命令。啊，就是吼，这个神条这么悬，会当予咱江口村的渔民吼安心出来去掠鱼，回来的时阵哦，免惊找无方向。哈哈哈！哈，这么珍贵的千年福杉，王爷讲治，怎么治？阿母问讲人敢有愿意，真正就阿爸。阿叔啦，你哪样对王爷咧不敬呢？啊，阿爹，是的啦。啊，对啊，阿爹，我是你亲生查某囝的代志，你知我知就好啊。村内人应该拢熟悉阿母，阿母今嘛也过身啊，我无想要破坏伊的名声。你讲了有理，啊，无你过去哦，叫我客伯啊，我来甲所有村民哦，讲你是我认的客查某囝，吼、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明仔载哦是咱渔民出来的好日子，到时阵大家拢会来抢头香，求一下好彩头。哎、欸，啊，到时阿爹哦，啊，不是啦，客伯啊，若开庙门的时阵哦，你较闪的，唔通去弄到，吼、哦。好，我知。大家加油！好啊，来哟！叫门鬼啊！大家先嘛，刚刚出第一水是高天才来了，冲啊！快枪啊！啊！水进来！天仔，你爬起来！哈！一个木工呀！
呦，你这个戆囡仔，我受你气死嘞，当然都手白掉。哎呦，天才啊！啊，你来参加着这抢头香吼，解运无一千解，嘛有999解啊！唉，无一解成功啦，佫害一挂人吼抓无鱼啦。拜托的，你放弃，莫佫参加啦，无到时阵吼，含王爷香火都受你的影响。我不要紧啊，风水轮流转，你别放弃，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阿衰啦，你莫去卡着啦，无你会衰啦。这个叫做靠天在人，是安怎规阵阿头，大家拢惊伊呢？连伊的亲生老母嘛唔敢甲卡。我去卡着啦，无你会衰啦。哎、欸，对啦对啦，姑娘啊，啊，我生伊哦，我因阿母，我都无啥敢碰伊，碰着拢会较歹运啦。我真正会带衰哦。不要紧啊。恁大家看，一点代志拢无啊。啊！你敢是仙女来下凡？啊无，真少人夹到阮囝，拢无代志的呢。阿秋啊，伊是我真的客查某囝。啊，手会当放开啊？啊，是的，是的啦。唔知是路途时歹背字，还是讲阿秋即马歹手势？朱天才出事都捌好运过，因为衰运不断，所以连村民大家都唔敢接近伊呢。我惊只要算一项绝对袂妨险草险片的私人生理做土工啊！上台讲衰人衰机骨，先说就说袂入，天才一声竟然煞衰到土家底去啊！你个看卖真好真，哎呦，这钱啦，哎呦，天才啊！哦，阿母哦，想讲这世人哦，生你这衰尾道人哦，唔知等个当时哦，你才会翻身，和阿母阿你厝的吼，翘脚连水手算钱啦。啊！我你家财阿母太巧了，当了真好，吼，今日许赚死人钱。你甲讲，今日代志咧呢？哎呦，佫赚两个了，连十几年后的钱哦，拢赚倒转来了。你真正有够天才的对。阿秋啊！阿秋，你真正有够妖想的啦！我是讲咩？你是爱甲阮阿爸甲阿婶因阿妈的无？带唔着位？哈？你现实在有够侥幸失地了呢？阮阿妈才甲套房咧，讲伊困唔着所在，迄头甲尾佫颠倒变。而且，恁囝，伊根本都袂用念超度经，害阮阿妈收袂到阮烧好伊的纸钱。阮阿妈伊即摆从庄内所受害者祖先，大拢总联合起来去阎罗王遐告状，叫恁囝不用过来做差公，啊，若无阴间啊，会大乱。德兴，家己嫌冤啦。家己嫌冤。哎，莫安尼啦，哎呀，有代志好商量。是骗啦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，听我讲一个啦，啊，等等。唔对就台唔对嘛，安尼 OK 还阁定台啊，啊超度经哦，才换我来念啦吼，啊当时就无听人讲，迄死人钱哦收了哦吼，袂用退还呢，退还哦会衰三代啦哈。啊那安尼，这件代志你要怎收尾？对啊，你要怎解决啦？无安尼啦，来，你看啦，啊无我只吼一人吼烧一顶吼金龙玉露花落去开火啊旺台，安尼是安怎？安尼唔只差不多。好啦，安尼好啦。感恩啦吼，阿姨啊吼，阮天才吼，才帮恁斗牵绳啦吼。这件代志就安尼啦，行，咱来等。好啦。多谢，多谢。歹势。阿母。我看我以后莫阁做西工啊啦。哎呦，你这个工，你这个工，你哪里哈？哎呦，你唔做西工，你做啥哈？我咧讲啦，天大地大，钱啊头上大啦。这世人哦，你敢能当做西工啦？你无第二条路好选啦！哼！阿母，这个天才做出事个，大波人要甲伊做朋友。即马整个头总算出现一个唔惊伊衰运的查某人啊！也就是迄天伫庙甲砍起来迄个阿衰啦。天才认定讲阿衰来会斩断伊的衰运，因为阿衰这样尔水，整个头的查甫大拢咧笑想，想尽一切办法都是要接近伊。阿爹，
老张，老张，来呀、啊！阿叔休假，阿叔休假，阿叔休假，我专程去万节会要来送你的。啥个叫万节会啊？俗语讲，草木有情，根基里头一旦死，无生正好作杀机。像你这种无珍惜性命的人，我连看都无想要看。出去，出去啦！来，这回我哩。唔过真怕，我无啦，我哩啦，你替你啦，我哩啦，你替你啦，来，我哩啦，我哩啦。你是卖艰苦啦，我来想些办法，看有法度将这花草吼拢活起来。啊，搁有这花活起来？嘿，柯天才啊，你头壳有问题啊无？哈，你若有办法，让这花搁活起来，恁爸全做到白，倒涂骹白，真正叫你老爸。哈哈，这可能，可能啦，不是咩？哼，有影是公亲变叔祖。天才虽然讲衰，但是真有爱心。阿叔来敢有法度感受到伊的心意呢？特别摕水来甲你擦身躯，你看你啦，甲家己用啊，迄毋垃圾，根本无人关心你，无人擦你，你拢袂感觉足委屈咯。阿叔啦，你甲啥咧讲话啦？啊？无啦，我摕水倒掉啦。你有够幸运呢，我阿叔啦，逐工安尼甲你擦甲遮尼清气啦，迄个咱庄仔头遐小弟哥看到，一定会欣羡死啦。哼，我才无向你甲我扯真清气，我家己要照顾我家己。看人工啊，这个花已经无根啊，就算讲你种在土里底，伊赶快嘛是会死啊。你有啥物要遐尼高干？你唔是讲只要有心，就一定会成功。就算讲这个花哦，全部拢会死，只要会当搁互因活一天，安尼唔是足好诶。讲到这么好听，嘛是为着要让我欢喜，才特工做给我看的。好，我就要看你的心内在想啥，看是不是跟其他的猪狗同款。哪会安尼？我竟然看袂到这个人想要底下甲秘密，这哪有可能？只要是人，就一定有想要底下甲秘密的。伊哪会啥物拢无啊？花啊花，你该好好活落去哦。我后摆吼，逐工拢会来甲恁压水啦。好，那呢，我着将计就计，予这个衰神行一遍好运，看伊会变作啥款。奇怪，啊，这哪有可能啦？你是不是甲这火偷换掉？伊若无着已经超过五天。这花哪有可能搁活呢？安怎？你唔信哦？我会记得有人有讲过，卡住天灾，若是有法度让这花活起来，连咪做告白，叫天灾阿爸。唔知影你讲话敢有算话无？我无可能啦！我当当是江口村村长的囝呢，哪有可能跪咧做告白？我来替阮囝讨公道啦！啊呐，你侮辱阮囝，就是等于侮辱到我阿笑伊个啦！啊哦，你无想要做告白？会用的啊，你当用其他的方法弥补阮囝受到的伤害啊。好吧，爱钱，嘿去。哎呦，天才，你看嘞，你看，安尼一时啊久，我就赚到这个钱呢。哎，无啦，阿囝，你莫听阿母讲者。这是我第一遍看到心内无所求的人，这么纯真的人。竟然去予衰神提醒，真正是奇怪。啊，煞煞去啊啦！
这有够无关系啊！我是赶紧哦，把任务完成，离开哦这垃圾去草的人间，永远拢无爱去倒来。这是我最后一摆提出要求，你若是无爱跟我倒去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哼，就算你跟我烧掉，我嘛袂在你的身边，你也是死心啦。好，你就等看我安怎对付你。做了三更半暝，走来古井才要创来。庄仔内人突然间煞拢得着一种怪病呢，就算规桶水啉落，嘛感觉嘴干呢。有人是抢水起烧吧，也有的人是为着啉水跋落溪底淹死。全民只好找庙公，叫伊着请示王爷，请王爷开治病药单出来。但是这摆王爷竟然煞拢无任何回应，敢讲这一切甲煞来有关系呢？庙公。表哥，哎呀啦，有一队人准备跳庙舞才过来嘞。啥？要跳庙？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，什么代志啊？我已经知影治疗崔大强的病啊啦。对啦，对对对。真是了，俺无紧讲。嘿，咱庄某的迄个算命先呢，伊讲哦，站性命去甲托帮，讲那是得要治疗这崔大强啊，只有一个办法尔，就是将这刀，甲咱的心跳甲口口咧，落下迄草，落去泡茶啉。也唔过哦，爱连啉七天，这嘴大症自然就会好去。啥？这心跳是挂王爷灵机的所在呢？我不准你乱来啦！就是心跳是王爷的物件，所以王爷到今麦阁无愿意落药单来指示，大家为着要保命，只好对王爷不敬啊啦！放掉，放出来！你阿多放了你这么的畜生啊！放掉，放掉！兵哦，像那是狗尾头前打一下啵，我就该拦掉掉。是哦，走过身躯顶，所以惊所以阮一世人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恁各位乡亲拢知影吼，阮囝啊带细个功夫啦吼。哎，恁哦，我听讲恁王囝拦掉哦，一心跳跑地吼，你也袂拦掉，就叫衰神高高低高低啊死啊！你又唔惊死？来啊来啊！李进士，你是堂堂镇海府的庙公，你权力这么大，既然你若不准阮来敲这支心跳，也唔过，你爱完全负责。想办法解决掉所有村民的这怪病，你大家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大家卖急啦，好啦，遵顺我的陪同，我这条老命哦，我哪有大家有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安尼好不？啊好啊，其实我嘛无想要为难恁啦，只要王爷赶紧降旨，给阮一下指示，阮大家平安无代志就好啊啦。对啦对啦，大家平安就好。来先来先啦，好来来来。阿七妈，咱是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即马一粒头两粒大啦，啊过两天后，咱庙的王爷吼新家都要南巡去挂香啊，唉，到时阵我还阁请神尊去啦，我惊讲我若一离开吼，啊庙无人主事吼，啊村民啊急起来，都要甲神雕吼甲剁掉，看要安怎啦。客伯啊，你先莫想遐济啦，我相信王爷自有安排，咱先去庙睏。唉。阿健，你过来。阿健来。哈？什么啊？你要我做庙公哦？嗯。我做师公就会带晒死人啊！我若是做庙公哦，唔就要带晒神明，我袂用的啦，我无法度。但你是咧讲啥啦？哎呦，这边哦是你用翻身的大好机会呢！哎，你无听人家讲，这世间哦两种钱上好赚，一种就是死人钱，一种就是香油钱。哎，保证哦，你若做庙公，遐庄仔内人唔敢来动身了。哎，那有可能无你做对吧？哎，也唔过我若是要做庙公，季叔姐敢会答应啊？嗯，你放心啦。啊，敢讲哦，我在做阿母的人，敢会看开是亲生囝做衰神做一世人呀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要让恁天才做庙公，
哎呦，嘛较拜托，你这都请几个拆药单啦。哎，你归去哦，我请一寡工人，甲庙拆拆，程度较紧。嗯，那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嘿，迄若不是阮天才弟啊，拄好伊陪人啊，就甲庙拆拆啊，啊，都遐麻烦。哎呦，啊你免为难啦，阮天才啊，若准做庙工哦，是暂时的啊，是要保护身体，莫向错掉的。安尼你唔知啊，甲王爷会当安安心心出去出巡啊？啊，不过这嘛要王爷同意才会用你啊。同意唔可简单，跋杯啊，跋杯上公道啊。跋杯，啊，不过跋迄一杯、两杯、三杯嘛无啥意思啊。诶，我迄时阵要做庙工的时阵是跋十七杯啊，伊上无要跋赢我。哦，安尼哦，好啊好啊，无阮若跋十八杯，啊，就阮天才做庙工啦吼。阿母，阿秋啊，恁奶母哦，自开机以来吼，都唔捌人安尼连续跋十八杯啦。假使恁若跋会出来，一句话，我有天才啊，做庙工。好啊，我跋你看。来，大声的王爷公，细声的王爷囝。阿秋啊，伫遮吼，困心心心意，甲你困求，困求吼，你会当输啊金杯十八杯吼。啊，我保证吼，保证咱这镇海府吼，绝对袂有气角的吼，请众神总保庇吼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新杯呢？我吼绝对拨十八个新杯给你看。你拨啊，做你拨啊。新杯啊！哎，第十八杯啊呢！阿姐，你出门啊啦？王爷哦，要选你做庙公呢。好啦，既然王爷选择你，我就当作王爷咧度化你啦。啊，王爷喜欢你，你就要好好做。我明仔载就甲镇海府交代你。啊？是你喊啥啦？也唔感谢圣恩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天才，恭喜你！有你这样老实的人，代替客别收定海府，我想遐村民嘛唔敢去乌白来。阿三小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保护通天神条，还有定海府，绝对袂让你失望啦。定海府竟然交予天才管理，村民敢会因为天才这个衰神，怎呢唔敢挖进神条呢？阿小姐嘛安尼去做，对天才是好也是好呢。天才，阿姐，来来来来，乖点，慢点走，要坐要坐，好。姐姐，不胖了哈。嗯。阿母，今仔日也毋是过年嘛，毋是你的生日，你哪会敢要煮姜母鸭给我食？哎呦，阿母只是来你庆祝啦，庆祝你出运啊啦！你甲想看卖，你即摆吼是西宫兼庙宫两种的身份呢。哎呦，啥物人会当甲你比？你上遐歹啊啦！其实做什么工吼，我拢无兴趣啦。上主要吼，会当互我较早做人老公，安尼较实在。你放心，哎呦，阿母啊，当然敢唔甲你保证，迄时到咱变好起来人吼，看你做什么工吼，那么实在哩。哎，摊烧肉羹啉的。哦。嘿，好啉吼。这通天神条的查某竟然在池边啦！哦，这真正是财神爷在送钱，谁在我花，谁在我扣。哎，恁母啊，实在有够巧的啦！这单我若无赚到，枉费我出世做人。哎，阿帅啊，你今晚在创啥物啦？阿爹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求你，这件代志就你能够斗三工啊！你这戆囡仔，还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啦？起来啦！无闲啦，这件代志真正足重要诶。我知影，互你足为难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无甲我斗相共，我只好以死来求解脱啦。啊，唔通啦！你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，客别啊拢答应啦吼。啊，你多花，吼、哦、吼，多花啦，吼、哦。紧、起来，紧起来。阿爹，我爱你去定海府，甲通天神条掏出来。下。你是要做老大，还是要做贼哥？庙公敢会答应？
阿叔坚持要带走通天神条，敢会替这砖头带来什么灾难呢？庙公看到王爷出巡，想着讲阿叔用死的威胁叫伊偷摕神条，伊都唔爱做对不起王爷公的代志，安尼心内二苍苍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王爷公，阮查某囝以死来威胁我，我只好来答应伊，甲王爷借这神条，我真紧就行礼啊啦。请。捡什么物件呢？不可能啊！敢不是我最近食伤补，目睭花去？那今日无清楚啊！这么水尾的代志，哪会发生在我身上啦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通电信条是哪一间？签字间都无去啊啦！我这啥物安怎？我是不是暗暝？无那是无奈安尼，无奈安尼，我通电信条走对啦！我要安怎啦？阿母，阿母，较细声啦！你搁话落去，我规阵啊头拢快插起来啦！我，对阿母讲。趁今嘛吼，还佫吼无庄内人无人来拜拜吼，想办法。把这个代志稳妥过，甲准过。吼、哦，啊！遐尔大机的物件，是要准过啦。嗯，啊，那安尼要怎？我倒来厝哦，物件款款来落跑啊。吼、哦，拢嘛你啦，叫我来做啥物庙工，真嘛好啊！你看，我的好运今日当互迄通天神条后来变无去啊，真正衰家吼，害啊啦！我答应伊个证书借啊，还佮阿帅吼爱顾好。你看，今嘛我哪会当做我走啦？哎呦！当时啊，你这晚变啊这样骨气啊！哎，无彩你安尼啊，替你跋十八个圣杯呢！哎，互你做庙工的哦。嗯，你搁敢讲？我怎看会出来啊？你迄杯有动过卡手交碗过啊，对不？你黑白讲，我当时有啊。我知知的啦，你讲阿母呢？你迄杯摕来吼，跋一百摆嘛拢是圣杯啊。哎，啊你搁在甲我吐槽？啊，我唔是为着你啊。啊，这也袂用，那也袂用。啊，有啦，天才啊！快点去找几支较长的竹竿来。哈？黄啥？紧去啦！哦，紧，瞧正，瞧正。嘿，看起来敢若较瘦淡薄，嘛敢若无够悬呢。现在来，准会过就好啊啦。就安尼啦，嘿，你免怀疑啦，嘿嘿。你也是要创意倒啦，紧讲啊！无啦，我无甲藏起来啦，啊，站起来天光都无去啊。阿帅姑娘，我拜托你哦，等下村仔来人哦，若来哦，你也甲替阮证明，迄甲阮无关的哦。阿娇啊！阿婆啊，即摆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通天神条哪会无去？是安尼变一支？无啦，啊，阮真正透早来吼，啊，心跳都无去啊啦。嗯，阮讲的拢是真实的，无骗人哦。不管真啊假的，是咱庙公先脚才离开尔，啊，脚接脚，心跳就对咧无去。啊，这呐不是你变鬼变怪，还搁什么人？哎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哈，你都一日目睭看到我甲藏起啊？哈，你讲啊，讲啊。哎，哪有这个查到？啊，我知影啦。恁知影神条的查夫会使做药引治病，为着要赚钱，恁母仔甲神条藏起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鸡嘴变鸭嘴啊吼，话讲袂出来啊吼。各位村民啊，恁是较冷静一下，神条无去，我嘛就烦恼。
啊，不然大家做你参详，看是要安怎？对啊对啊，我古阵吼安怎爱钱哦？我嘛无可能讲哦，甲王爷心跳藏起来对吧？你咧讲诶，这个差在变哪解释？我讲哦，恁母阿囝都是爱钱个小贪啦，这全镇也拢通人知，而且进前你阁不准阮靠心跳，原来哦，你就是老李哦，要甲你卖。啊，那恁这个伤心事啊，够恶毒的哦。阿母原来是安尼哦，不管你是叫我做庙公，等你是咧讲啥物话啦？我是要唱你对啦。你哦，小贪你得软家人啦，非得心跳失踪的代志哦，一定甲恁母阿囝有关系啦。我咧讲，喊恁三公，互心跳归位，啊那无，就甲恁母阿囝白白的，顶面海底吃鲨鱼。咱行。庙公，庙公，谁在跟我讲话啊？是我，通天神跳。你紧带我回去定海府。这个阿煞伊不是人，伊是千年心无正，伊想要借你的手，带我回去福州。你千万不要让他达成伊的目的。啥？阿煞那是妖怪？无唔对，伊会晓一门神奇的法术，伊会知影你的心内底想啥。所以稍等，你只要照我的方法去做，伊牛卡就会搜出来。哎呦，到底是该物件藏去倒位？有啊。我就直接看你的心内想啥，就知影。哦，原来你家这趟上来大厅的神明后壁。你真是，你若知我的秘密，是天条跟你讲的，跟你讲我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谁，就应该知影你无法度阻挡我从通天神庙砸转去。明仔是我回去福州的日子，甲神庙。再来抢哪好啊！你若是无照我的话做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原来阿叔也是三八精，不过这个通天神条血流乱真敢的后悔，歪对伊转，为何阿叔甘冒性命危险，也要带走神条呢？真正有古衰，一世人安尼欠长命，都才欠这个钱，要用囝来娶某生囝，啊，迄神条够有一点仔关系着无？我就安尼死哦，冤枉阮母仔囝啦！真正迄衰神哦，奈唔放阮母仔囝煞啊！阿母，是嘞啦，拢是我的衰运去牵拖着你，自细汉到今嘛，拢是因为我，你唔才互我牵拖着，过到遐尔辛苦，嫌到你完全拢无去嫌我，搁定定咧替我失笑。我实在就对不起你的。哎呦，阿囝，啊衰就衰嘛，莫哭啦。阿等哦，都，结果哦，就是这顿食完哦，二十年后哦，我目睭变较紧的，我来投胎又好起来啦，安尼就免受苦啊，吼。阿母，假使讲你也无气嫌哦，后世我阁想要做你的囡仔。你后世要阁做阮囝，我唔得阁衰一世人。好啦好啦，衰就衰啦。我哪讲哦，你嘛是我怀胎十个月生出来的囝对无？啊，准讲哦，你是衰神哦。阿母，我较拍拼者，嘛袂让你夭着啊，吼。阿母，莫伤心啊啦吼。准讲哦，要怪就怪我伤铁气啦。啊，就安尼无进无气哦，跟人的亡啊无地，甲你生生落，只好你带衰一世人。阿母，
我想过啦，既然是我的衰运哦，让这个心跳放无去的，啊那安尼，这个罪名我家己来担啦。趁今仔三更半暝哦，你赶紧离开江口村啦。哎呦，你这戆囝，你讲个什么话啊？咱是母仔囝呢，要走到底走，要死到底死啦。不是啦，你听我讲。哎呦，讲什么话啦？哎，你看外口敢那有人来呢？我就知影哦，你这孤儿囡仔一定袂跟我走的。你放心，阿母哦一定给你平安哦，送出这个庄的啦。哎，头壳天光，应该无代志吧？哎呀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！这是倒位啊？我来去吃。哎呦，阿母。哎呀。哎，妹，忙啊坐啦，无时间拢解释，咱得要离开港口村啊啦！啊，我无爱走啦，我也无做唔着代志啊，就算讲会去刷去家乡哦，我嘛爱对得起家己良心啦。哎呦，这个戆囡，你是要甲阿母气死哦啦！我唔管啦，为的，不，阿爷唔是庙公，因为随王爷去化妆啊，哪个伫遮？那安尼啊，咱快带来看卖啦。哦。物件起来未？这关系到王爷威信，以及整个江口村所有村民的安危。你敢袂用看到我的面子，卖甲这物件提走？啊！点头。既然你知影我的目的啦，你感觉我敢会放弃？啊，算啦，你我拜托这个啦。卖讲遐尔废话啦。你带人即几天，我叫你阿爸的面子上，莫阁逼我出手啊！物件起来，我会答应你去偷摕通天神条，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。咱即摆事情去影响到江口村所有村民的安危，我袂当阁自私啊！无论安怎，我不可能把这物件交予你。好。你就别怪我。天条，咱都是你见面啊。通天神条。什么呀？妙公啊，你够不要紧啊？哦，你这查某真凶呢。哦，你竟然跟妙公合作，还把神条偷摕去，让阮母仔去担罪啊！哦，那不是阮今嘛发现这个秘密了，真正让我等你海底起刷去。阿庄小姐，你哪会当对家己的客户出手安尼重？这事情啊，我带你看大夫啦。这跟一点关系拢无，无你的代志，紧走啊！叫阮走，无安尼简单啦。今天让我装着啊，我哪可能放你煞？你哦，甲通天神条爱转来庙啦，甲庄内人讲个清楚啦。好啊，嘛爱看你敢有这个本事。哎呦呀！哎呀！阿母！哎呦！阿庄小姐，阮家你也无想，你想来要来对待阮？算了，因两个是无辜，你莫伤害因啦。大梁同崔氏是你带我去定海府刻做神条，我就欠你这个人情。听咧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啊！天条，卖去关怀户小主的林阿叔啊，紧跟我转去啦！大胆！我即马是定海府王爷的通天神条，有王爷给你王爷兵马令旗，你还有天庭官位，你哪会当凊彩接近我？你这个官改当遐尼嚣掰，就会当把我放杀了？你知影我找你找到足辛苦的，为着你来个遐尼乱，搁遐尼垃圾的凡间。你都不知道受到多少委屈，紧跟我回去啦！阿婆，我要把你留到家庆不灵，让你去哦天庭当罪。到时阵你无做人去，嘛是爱跟我回去啊！你这心肝两毒的查某，我就是因为无想要跟伊白做伙，唔才会甘愿做王爷的政敌。我跟你稳断一绝，管你有啥物手段，我都袂带你去。好，这是你逼我，你莫后悔。
这顶面去有收获你的金光咒。阿爷，是的啦，你伫内底休困一下，我要带你回去。收。收。手真跳啦，紧的啦。你看我，紧的啦，我好伤心啊。阿姨，伤我好过啦。卖破了，我好受伤啦。手真跳啦。呐。哎今麦庄仔头，大家拢咧找恁母仔囝。安尼啊，归去吼，你躲咧我遮吼，避一下风头，安尼较安全啦，吼。你讲个啥物话啊？吼，家人开两刀啊，才讲啊，歹势我你有手气安尼哦，安尼会实的，我要打你吼，迄唔肯啦。啊，无你爱我哪做，你才会欢喜。啊，当然嘛是爱做，做唔做都解决。我甲你讲，我甲天条拢是千年的心腹，若是伫凡人的体内超过一工。伊的生理就去予天灾去收去，天灾若是无法度承担，伊规个人的筋骨拢会断了了，啊，规个人嘛会脆枯枯。敢讲你想要看到这种状况？喂，你咪想要甲我骗哦？我吃过盐哦，比你啉的水较济啦。阿笑啊，你嘴莫遐硬啦。啊，心跳的代志哦，我若煞较了解，我看哦，爱管甲因两个分开啦。啊，甲因两个分开。我讲是要提声甲伊讲条件。我你，阿健，你要紧无？你讲安怎？巴肚骨会疼无哈？我你是要撞啥啦？你定做你比的随性巴肚内底，我对你无法度。我甲你讲，你莫袂记啊，咱两个是千年红毛树。你是绝对无法度拒绝我的，歹势哦，你小忍耐一下，一下就过去啊。煞小姐竟然甲我斟，这种感觉足好诶，敢若咧做仙呢。我诶身躯奈敢若变较轻松，我飞起来啊！你这心肝流毒个查某，竟然用这种办法逼我出去，哼！我就偏偏要出去。你别在这，花你我的花无。妈，你即摆要创啥物啦？哎呦，你走后尾还是阮囝，你想我创啥死人啦？哎呦！啊，算啦，你自首啦，你是千年的心梦呢，你可算啦害死人，你会拍落阿扁地啊，永远袂翻身，你知无啦？千年的心梦。阿秋啊，你要创啥呀？莫惊火啦！你紧离开阮囝身，我来小事哦。你要走唔走？你要走唔走？你要走唔走？我真正来小事哦。不走啊！我都唔相信哦，你唔惊火啦？哎呦，你这个戆，这个戆囝啦！还搁在看，你看啥物？你敢知影多在走？还要甲你害死呢？奇怪，天条哪会选择秘伫个天才这个随性的身躯内底？伊其实会当把家己变作一支树枝，秘伫个树篮内，我嘛无一定找有啊。
敢讲天条甲天才做衰神有啥物牵连，所以才让天条无法度离开。阿沙小姐，你找我？我袂记我看袂到这个人的心。既然安尼，我只好用真心来给你感动。天才，是的啦，是我想过着急，对你做了无应该做的代志，希望你莫见怪。哦，袂啦，其实我真欢喜的。我找你来，是要跟你讲清楚代志的前因后果，希望你会当了解我千里找红色的苦衷。哦，我甲天条本来是一对红阿婆树，因为当年吸收天地的灵气，才慢慢有灵性。谁知影天条开始贪恋凡间的名甲利，无法度忍受逐天跟我作伙，我才去求观音大师在我身上了刻做我魔性的物件。我的是观音酒，天条是金光酒。我本来以为安尼，我应当继续做千年的红阿婆。谁知啊，天条去被王爷选着，去做镇庙的机关。天才，你敢会当体会，一个甲你做伙一千年的红婿，突然间甲你当作瘟神？放下你，骂你，赶你走，放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离开的心情。我了解。我真正不是恁想的遐尼歹，我只是想要跟我的红婿做伙尔。敢讲，安尼小小的愿望嘛袂用的。现在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帮我阿婆团圆，好不好？俗语讲：“拍老雷鼓，拍洋雷母。”天才这么高也算，伊若是答应这个要求，干袂做安尼生得无命呢？天才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帮我阿婆团圆，好不好？你好，我好啦。哦。你这么闲啊？用个美人计啊呐？要骗我这故意人？阮囝也是有影戆戆分袂清啦。我也照伊都无共啦。啊！你这么叫伊怪伊心跳甲你行哩，爱通啊转去做生。啊！阮两母囝又装来人拍麻是，凭这点无可能甲心跳行哩啦。阿母，阿嫂小姐无法度甲伊翁婿团圆，安尼又真可怜啊呢。你点点啦？你是要啥？我有代志哦，要甲阿嫂姑娘商量。你等。哎，阿唔听话，等伊啦，等去了。看到钱，目睭会转大绿。有钱好办事，无钱好实在。哼，这个查某人的心哦，阁真简单。阿秋姨，你若是会当二七工一来，甲天条还我，你要爱经营财宝，还是啥，我拢会当给你。嗯，我想也无啊。啊，人咧讲哦，做豆腐人心嘞。啊，顶回你安尼三番两次要害阮天才啊，啊，你即马哪会随心肝软软啊？我当天手抓啦，假使我若是无守信用，我千年的道行哦，全部拢乌有去。是真啊假？我讲的拢答应我。嗯，安尼好，一言为定。阿江哦，我爱你去找庙公，替我甲阮囝哦做件代志。各位乡亲啊，因为吼、哦，诶，神条啊甲王爷哦做伙出巡啦，我袂赴好甲大家讲，啊，造成大家误会。是的啦，我都跟你讲吼，神条不是阮头地的，即摆害阮哦，母仔囝一个公道啊。这神条遐尼大气无去，真有可能啦。啊，王爷是神的，要甲神条变无去，哎、欸，那无可能的。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意思怀疑王爷的神威啊？神条无去啊，那呢？怎啊来怪别人呐？这部分我已经请示过王爷，恁大家对我来去高这边。
这是王爷开的药单，王爷只是将顶面药材倒入锅仔，大家过来啉这水，白自然就好啊。好啦，有啥人想要试啉的？我啦。哎，我未去打嘞。想袂到哦，这边哦，因祸得福，无好赚到通天神条这条钱哦，所以我直接抓到一个哦，爱啥有啥的在心呀。阿笑啊，你这边哦，一定在心头聊天，你这个好家人帮我，都不实现啦。总算唔免阁避来避去啊，还是倒转来家厝内面较舒适啦。等等，这间哦，唔是咱家。阿母啊，你是不是把这火气啊？啊，这明明就是咱家啊！你看，那边边的金龙油路还够滴个啊！哎呦，这不是咱家啦，咱厝的吼是哦，咱庄仔内上气派的大金厝，而且吼，咱家的吼是山珍海味，穿的吼是绫罗纺丝的，啊，咱厝内吼够使用人嘞。阿母，你是不是这几天向拍着惊，还是讲你精神错乱去啊？行啦，我带你防心惊。哎呦，无啦，我受什么惊啦？我讲的拢嘛是事实。哈，阿叔哥，你讲对不对？哦，姨妈，你就先好好休困。你的愿望明仔就实现啊！隔壁啊，咱先回去。哦。我来孙囝啦哈，啊，等你好消息嘿。小雅，你真神啊！这你的早餐宴我给你准备好啊，你紧食食的。食完了后，请你把迄桌顶的新衫换换嘞。我一定是有阿母哦，团内着好个人来帮啊。唔对，这毋是阮家，我一定伫下面。天才啊，紧起床啦！你无伫下面啦，咱真正变好个人啊嘞。阿母，你阿母，安那阿母怎安尼有事吧？安尼话穿安尼足妖娇的吼，足像贵妇人的吼。好啊啦，莫紧叫我，紧来来，阿母坐下看清楚，紧来。哇，哎呦呀，老张，啊，我是唔得平房啊，恁刚才变个遐尼水，小雅哦，有够水的呢，夫人哦，哇。我哦，阿叔啊，阿恁家不是安尼挂头发，阿来变甲这么气派，啊这么水呢？哦，阿哥下家手人啊！嘿啦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满意，是讲哦，厝虽修得真水啦，不过还佫有淡薄仔欠点啦。我听人咧讲哦，真正好家人哦，因厝的哦，拢有金砖啊，贴卡啦，啊有金银财宝，啊透早吼用个燕窝落嘴，啊毋是还佫有鱼翅哦，通啊做宵夜。啊哥，阿母啊，咱会当住遐尼好个厝，已经是三四人收来福气啊呢，你佫想要创啥啦？天才啊！恭喜哦，你甲恁母啊吼，开始转运啊，以后就要过好日子啊。多谢啦，啊你也知影讲我这个人哦，一向哦足重视这信用问题啦吼。啊哦，那我看袂着吼对方的诚意吼，我这头壳内吼这机灵吼会特别减退啦，啊就会袂记你讲，我唔知佫答应人甚物代志啦。好，明仔你的心愿就实现。哎呦，真实的啊，哎呦，感恩啊。袂正无味，明仔叫福州平哦送到高级的来，无我食袂合。是。啊，这毋是阿笑啊！啊，你当时解毒搬寡鱼啊，
即马是咧搬倒一出来啊！啊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是毋是天才即个衰神，搁学着死人的啥物物件，对毋对？是啊，是啊，好怪啊！啊，你讲点咪？哎，阮囝天才是你凊彩叫的啊！以后啊，请改嘴叫阮囝天才啊啥？啥？天才啊啥？笑死人个！哎呦，啊高穿衫还真正会变做人呐！恁阿看世间上真正是无奇不有啊！你讲对唔对？天才是。做人就做人啦，做啥物天才啊是啦！阿敏啊，是。我看到无？以后吼，路头路尾，若看到我，叫我一声好人。看到阮囝，就叫天才啥，就有钱通领。还佫有，我要甲阮囝娶新妇，不管是庄仔内是庄仔外，只要阮老师上喜欢的，伊要开什么条件，我拢应付伊。听有清楚无？哦，有听到，有听到。夫人，天才啊啥？想。是。我嘛听的呢，夫人。天才侠，我来了！我来了！你们小姐，你们小姐，大家拢有份呐，来！哇！你过来啦！天才啊，你看下无？人咧讲的也无唔对，有钱使几个下无？较早哦，这村仔内的人哦，看咱母囝衰歹，即摆哦，有钱到底叫创啥物就创啥物，这钱哦，看偌好用。这个苦天灾啊，真是命骨代志。有好好的眠床无爱睏，偏偏要睏在涂骹。莫怪伊先天八字相冲，命中带病，想要转运，风景无这么简单。只是虽然我暂时住在伊的身躯，也毋过你转头煞去。对我来讲，嘛唔是甚物好事。我也是该斗三工，帮助伊脱胎换骨。不赖金装，人爱衣装，信条除了天才巧骨，可以脱胎换骨，变成庄下来查某人梦中的情人。过无几工，庄下来姑娘，大家庄下水水要来找伊。甚至叫人讲亲情咧，天才是根本钱财袂掉啊！金书记啦，阿妈，嘿，阿妈啦，哎，天才，天才啊，啊你庄阿健是去学教育是无？哦，你学教育吼，搁较惨啦。金书记啊，我拜托你啊，你正好借我眠一暗嘛。啊，若无哦，我真正会去学遐个查某，还搁会阴阳师，变甲起痟呢。啊是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嘛唔知是安怎啊！你看，啊突然间吼，雄雄一丁查某讲要嫁予我啦，嘛有一丁查甫吼，做伙要拍我，我哪会这么衰啊？哎呦，这哪有算衰啦？哎，天哪间哦，查甫人民望得袂着艳福，你还搁咧嫌？天才啊，你咧夹土的稳啦！我才无喜欢这种土花嘞。我讲的参照较早同款啦，虽然睡到迄个够肥，也毋过至少睏啊足安稳的啦。天才，你有想过无？有可能你腹肚这心跳的关系，你我拜托的，你把心跳先管了，刷了好无啦？我那刷了，最近唔知安怎，每暗拢爱偷偷走开，也毋知影讲伊去做啥物代志，啊，规个人安尼消散落吧，我是早够烦恼的啦。敢讲你无希望阿妈我团圆是无？我。你是不是介意我那煞啦？我就知啦，你甲我那煞啦，两个是无同款的世界，无可能斗阵啦。阿叔，你若介意吼，你就爱心全的祝伊幸福啦，唔通甲我同款哦。少年时阵的无犯的错误，甲今麦这个遗憾终身。安怎？够满意？哎呦，你是把我惊死啊！我已经完成你的愿望啊，
即摆已经换你啊。我知啦，我阿笑甲做生意人啊，做生意哦，一定要讲信用啦，唔只孤孤单单啦，嘿，毋过我迄个你已经遐尼有钱啊，搁要变做全天下上有钱的人，搁要恁囝做大官，恁靠家希望十代，你的要求敢是伤超过啊？这钱本来就人人爱啊，既然哦，你就知甲遐清楚啊，我都免搁重讲一遍啊。啊，是讲哦，这遍是最后一遍，最后一遍啦，真的啦。啊，我就吼，甲恁翁幸福你啦，吼，吼。你应该听过，请贵听有单是啥物意思？你甲我约束，都应该有心理准备。一旦我若是避免，你所有的一切拢会乌有去。惊阮无实施的久，阿叔敢不会答应阿叔这门要求呢？天才是要安怎将通天神条献给阿叔了呢？请贵听有单是啥物意思？你甲我约束，都应该有心理准备。一旦我若是避免，你所有的一切拢会乌有去。你莫安尼加吓惊哦！你当作我阿笑啊，毋是用吓惊大汉的哦。我有听迄庙公讲过哦，讲你讲千年的树精嘛，同款哦，袂用害人哦。你若害人哦，都翻天条，嘛是用拍入去地牢。死到你的报应，会比阮较凄惨。你若唔惊，就试看卖啊！看到时阵，谁来饲菜？原来阿叔是利用家己的千年修行，来到无神啊交换阿叔即嘛，想要得来金银珠宝。人讲高官善，高贵死。阿叔来到无神啊交易，哪有可能好结果？不过若无安尼先做，根本就无路，因为阿叔即嘛要求啊。无神啊一点一滴将阿叔来精气甲塑造，阿叔的身体愈来愈虚弱。那偏偏他心跳无情，一心想要做神，阿叔安心做，敢不当回归心转移呢？这是最后一摆啊！请你给走一挂外汇吧，甲金器，搁给我一挂珠宝，我才能讲我红色换转来。为什么？这真正是最后一摆啊！我已经牺牲我几百年的道行来甲你交换，你为什么无爱给我珠宝？阿叔小姐，原来阮阿母遐金银珠宝，拢是你用这种方法变出来。我原本想讲，恁阿母贪财，会当用钱来收买，所以才甲莫西亚交换条件。若是要珠宝，就用我一百年的道行甲伊交换。啊，不过恁阿母愈来愈贪心，我无得拦住伊。你是安怎要来做？我会当安怎？天条唔肯离开你的身躯，倒来我的身边，我真正无办法了，只有求恁阿母啊。那安尼，你哪唔开嘴甲我讲？我看袂到你的心，根本唔知你在想啥，唔能啥。我是安怎开嘴求你？我啥物拢无咧想，我也无咧唔望啥物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。无可能，人是上自私的。你不可能为着我的幸福牺牲你家己。我爱因的，你讲你想要甲你阿公团圆是吧？我即马就将你阿公幸福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为着我牺牲伊的命，不可能啊！麦克哥啊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啦！我希望你会当较早甲恁安团圆，我祝你幸福。天才，天才，天才！唉，这暗啊，甲当阿袂转来。阿叔啦，天才那受伤，我来请大夫。唔免啊。我是扶伊入去，你去摕一挂药啊！啊，天才兄，你免烦恼啦。好，来来，
卡细只。天条，我知道你无想要看到我，啊，不过，敢若你有疗伤的法力，会当救天灾，敢若你尔。但我活过了后，要救不爱救，都看你啊。我敢会当知影，为什么咱千年的翁仔某会行到这款地步？敢讲我不够爱你，对你做的牺牲不够多？自我有人性了，我就跟你白作伙。我无自由，搁较无多忍受，你在我的身边细细了。我介意人间的花花世界，虽然欢迎活了真短，也毋过真好耍嘛，真精彩。我喜欢这种想法。凡人都想要做仙，你已经是仙，算形成凡人，真的很好笑的。哼，你这个无知的妇人，你也没享受过人间的幸福，你哪知道那种让人跪拜做英雄的滋味多快乐。天条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真的不要跟我回去？就是说你再问一万遍，我的答案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样以后我做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了。阿嫂啦，你说的我都有听的，你要死心嘛，像这种无情无义的查甫人哦，无达到你为安的牺牲啦。阿爹，我最后有一件代志想要求你，请你成全。什么代志？做你讲啊。我想要以你查某囝的身份嫁给天才。啊？啥？你有分唔对吧？伊啊，哎，伊是有翁的人呢。哎呦，想要一路嫁两夫哦，我知啦。哦，嫁给阮天才啊，通啊，甲阮囝正气神哦，死了得了，通啊，甲因人团圆对无？阿母，我拜托你，莫甲话讲啊，遐尔歹听好无？嘿，我若讲你戆面哦，你阁唔承认啦？你一条命要用买收去啊？你阁替伊讲话？你甲想看卖啦，伊是千年的树精呢，啊，伊爱啥有啥，啥都来嫁给你啊？我小天才真心感动，决定放生迄个无情无义的翁仔，叫有天才做无，陪在伊的身躯边。安尼答案，你敢满意？天才，阿叔小姐，动啊动啊动啊，两个免去抢我。哎呦，今麦是安怎？当作我是阿透明的呀？哦，你家己讲要嫁就要嫁哦，啊，我无存在就对了哈。你是邀请呢？你要嫁阮囝？你嫁阮囝是安怎？目的是要害阮囝我行衰运？你要想清楚呢，人阮顾家即卖咧装下来是化水的简单，好惹人呢。哎呦，你要嫁啦，也毋知影你要嫁到偌济嫁妆来，无你哪有啥物资格入阮顾家的嘛？阿母啊，你讲的啥物话啦？咱老囡仔遐尼好呀，拢是因为阿嫂小姐用千年的道行换来的呢。你即卖竟然还阁有面，阁要求嫁妆哦？无啊，即卖是你是大，我是大。我若讲一句，你应一句啊！真正的代志哦，是伊心甘情愿要送我。即马嘛是伊要求讲要嫁予你，就等于要做我的媳妇。我是大家啊，当然我爱看妈讲哦，伊要嫁来嫁妆哦，有够体面无？我毋才考虑要倒伊，我毋倒伊。阿母，你实在我超过啦，好啦，好个人，你莫阁冤啊啦！我袂予我阿叔咯吼，双手空空嫁我啦，我有田地厝嫁啦。准讲吼，啊，我勤家动产吼，我嘛会风风光光嫁过恁家啦。哎呦，空嘴白舌咧讲，敢有准算呀？我都看讲吼，你败偌济生意，我唔才会肯答应。阿母，嘿，你真奇怪呢。迄庄仔内吼，肥个瘦个矮落，啊，你卖出嫁走囡仔闺蜜啦，你啥物人唔通敬？敬这个有翁个？啊，即摆叫我清清菜就答应啊，安尼我就了做了。你放心嘛，我甲天才阿母因真紧就结束，不要你做了钱的生意啦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哈、啊？明仔我会甲家长上关，后日相亲。阿叔叔，阿算啦。无你这么是要了安怎？人后日都要嫁过来，你唔捌的。这个阿算啦吼，
到底吼，伊是要搬倒一出的？我看甲无啥啥呢，是讲哦，都十二啦。伊若袂搞我这金文财宝收回去吼，我就较放心啊。阿叔啦，阿叔啦，哎，阿叔。阿爹，嫁查某囝爱准备啥物物件？你紧带我去传啦。阿叔啦，我想无你呾要安尼做，敢讲你真是要嫁予天才啊？你唔惊安尼违反天条？到时阵你是要安怎？阿爹，你放心，你所烦恼的代志绝对袂发生，所有一切等我伫我嫁予天才一天做一个了结。啥？哇！你是想要做啥？你莫甲遐惊呢？有一挂代志，就算我甲你讲，你嘛无一定会了解。阿爹，我听讲怀孕生子爱穿红色的嫁衣，我从来无穿过红色的衫，你带我去买好不？好，好，我知呀。无论你做啥，我拢支持你。行，我带你来买上水的新娘衫，甲你打扮成哦上美丽的新娘，和你风风光光嫁出去。多谢阿爹。嗯，行。人讲爸母疼囝是长流水，苗公看到阿叔来欢喜，伊嘛感觉心满意足。不过伊知阿叔安尼先做是触犯天条，为了不爱让伊受到天庭的处分，伊就决定要牺牲家己啊。奉天后土在上，王爷敏感，明仔载地主查某囝阿叔啦都要成亲啊！地主特别奉上我的本命册，用我后半世人的性命来换我阿叔啦，皆有犯人的罪过，希望王爷念在地主服务多年一片真心，会当放过我阿叔啦，予伊欢欢喜喜去做新娘，望王爷成全。原来安尼就是做新娘，哎呀，家己装啊这么水，这么慎重，把家己嫁出去，才会当变做红阿婆，或者得到红尘的疼爱甲敬重。我一直以为我甲天条做红阿婆是天公地道的代志，就算讲无遐个规矩，无回教，我嘛是永远袂改变。原来是我唔对啊！阿叔啦，我的乖查某囝，今仔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放心，一切我拢甲你处理好啊，你安心嫁过去，无人会甲你为难，嘛未有灾厄降临，你一定会足幸福的。阿爹，你先坐，来，快坐下。阿爹，你的手哪有血啊？你免烦恼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你若是无爱甲我讲发生啥物代志，我都唔上火桥。我阿爹，我甲我的本命册摕去镇海府，用我后半世人的性命换你嫁予天才的幸福。你刚才你安尼做是代表啥？我会当看你穿新娘衫出嫁，我都心满意足啊！你根本唔免为我牺牲遐尼济，我唔是你查某囝，讲啥物找亲生阿爹，迄拢是假的，所有一切拢是我骗你的。我知影，自你头一摆讲你是香莲的查某囝，遐我就知啊。其实香莲嫁去福州了，我就拜托人去找伊。后来才知影，香莲叫因翁婿虐待，跳海自杀。所以一开始，你就知影我是假的。为什么你不爱听破？我无杀掉好好保护香莲，是我一世人上大的遗憾。这十几年来，我日思夜梦，都希望天公伯啊，予我一个机会，会当来弥补对香莲的亏欠。所以讲你出现，
讲你是乡邻的查某囝，我足欢喜。尤其我看你对天条用情这么深，佮甘愿为伊牺牲，我足感动的。阿叔啦，感谢你愿意做我的查某囝，会当予我来赎罪。总讲即马爱我死，我嘛无使好遗憾啊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恁这番人拢遐尼讲，遐尼心甘情愿在为我牺牲？戆查某囝，这毋是叫做牺牲，这是做人的父母对家己囝儿的爱。我的面哪有水？敢讲这是目屎？乖查某囝，你唔通哭，你这么善良，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啦。今仔日，我甲天条一切都会了结啦。天才，是的，我会讲要嫁乎你，并不是因为爱着你，只是我想要知影天条为何会对人间的一切遐尼留恋。就算讲放下千年的情缘，嘛爱留伫凡间。今仔，我总算是知影。倘若天才哦，还袂入来甲你动工的时阵哦，我先问你。你有啥物叫阮天才？你有啥物阴谋？无啥物好讲的。你讲唐先生条例，阮天才巴肚底袂用超过七天，要若袂甲你翁化为一体，同归于尽。我问你，今日第七天安尼，你无烦恼恁翁的安危吼？你放心啊，我绝对袂做出伤害天才的代志。可安怎讲？我嘛是已经大叫出来的某。嗯，阿仔，你心内咧想啥？我甲你警告。阿母，你即摆阁想要创啥？阿煞是我的某，你毋通对我袂来哦。我咧讲啥物话啊？以后是我的媳妇，我做大家个驾驶者，叫较安稳的袂用的呀。既然你知影咱即马是一家伙啊，安尼你对阿叔小姐有啥物意见，有啥物恩怨，就应该放水流啊。咱得到的物件已经够多啊，我拜托你，莫阁消贪好无？哦，安那，你即马替恁某咧驾驶恁老母，哦，无彩我搁咧烦恼去哦，用家食去咧。你今日讲了啥物话，真正也是无路。小姐，是的啦，我阿母伊寄出去就是较对，其实无歹意啦。你若阁叫我阿叔小姐，应该改口了吧？阿叔，我。这阿母进前应该啉咖啡酒啊。是啦是啦。阿叔，会当带着你，是我一生的幸福。就算我爱要随三四人，我嘛心甘情愿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感觉阿叔来，还是无管你放弃天条，天才敢会有生命危险呢？天才，是的啦，只有安尼，才能将你的肉体甲天条分开。天条，你演出来啊！这久无看，我的红仔。你到底在做什么代志？你哪有法度背我出来？这是我想足久才想出来的办法。我先伫酒内底下金刚咒，予你伫天才巴肚内底无法度叮当。了后，你唯一的出路就从我手中的刀啊！安怎？我这招袂歹吼。你这恐龙的查某，我绝对袂帮你想。想要拍某，无遐简单。今天嘛是咱安阿某做一个了结的时阵。哼！阿叔啦，讲吼，今仔日代志要做一个了决，我咧目睭皮一直跳，
希望吼，伊莫做戆代志啦。啊！天才，天才，你紧清醒啦！天才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煞来的啦！金书记，来啦！阿煞，我快把到内面将天才放出来啊！伊敢要甲伊通过疫情的，咱已经救伊啦！紧来，紧来，行啦！你这阵呢？你当作我该做一千两阿无？我就对你手下留情了。我知影你呗，阿无你个袂贪乱，还甲你命令甲幸福，你去甲我倒去。我已经带了，甲你做伙修行的分上，对你百般吞忍，想袂到伊这粒的计数，竟然放下千年的修行，叫一个凡人。看你是做什么啥？只想我讲我分忍。我跟你讲，查某人不是弱者，我对你的无情无义，已经死心塌地。就算讲爱委屈我的身份，嫁予凡人，嘛好过苦苦哀求，换来你的绝情。你真是要逼我出手？你用金光咒对付我，敢讲我就要用观音咒对付你？安怎？足艰苦的吼！你开嘴求我，叫我帮你刷。就算我死，我嘛有开嘴求你，你让我死啊！你想要逼我杀你，让我以为犯了天条，我天天给我收回去，我才袂中你的计嘞！你想要死哦？好，我就让你受尽委屈，让你后悔做我的某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就慢慢享受吧。阿衰啦，别呢！天才，天才，天才，天才啊！你有病无呀，天才啊！阿衰，我对你真情意重啊，我绝对袂让你伤害伊。天才，天才，天才啊！这个时阵，一道光光将阿衰甲天条带入了千年前的记忆。我要落来去人世间，体会一切上衰上不幸的代志。这是我对玉帝所发的大愿。假使讲我会当体会凡人的痛苦，就会当度化伊，倒转去天顶。您要留伫遮好好修炼，您的心要永远做伙。假使讲若是有缘，或者靠咱千年以后，也阁会当见面。耐心，爱永远做伙。天才，天才啊！天才，你是造化咱的温灵，你煞将伊拍死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你放下对我千年的誓言，阁将咱的温灵人拍死，我跟你拼！这个有什么期待？已经经过一千年啊！如果无法度度化众生，转去天庭，那就表示讲不管什么修炼，还是苦行，拢无路用。哈！我即马已经脱离王爷的控制，故宫也变歹入去在遮，谁拢无法度管我。下跪！阿衰啊！你还是我拼，我跟你拼。阿冲啊！杀啦！顺我食生，逆我食亡。人家残像高雅的皇后小主，我来结束你无聊的性命。正义之主第一声，我也兵马听我令，随我出征，我不用。你看，这所谓神兵神将，拢听我所令。我是神，我是比王爷更大的神。我即马就杀遍这高雅，恁知影？无法成为是甚么下场？正是有手寸无路，有脚行无步，通天神鸟受到瘟神控制，阿煞敢法度解救正人呢？我即马就杀遍这狗羊，恁知影无法成为是甚么下场？
我打。天彪啊！哎，阿顺，哥，阿顺，哥。文心一退，五营兵马速归位。阿帅，阿帅，阿帅，欧阳公，求你到天条一命。你师祖调动五营兵马，想要助力威王，已经触犯到天条了。而且，又搁想要害死你，你怎么搁替你求情？草木拢是有感情的，就算讲我甲伊阿母的已经结束，我还是求王爷公，给伊一遍赎罪的机会。阿顺，我不代表你有安尼做。王爷，我知我唔对啊，我拜托你顶下救救阿顺，我就抓，不管是几百年，还是几千年，我都愿意接受定海府替我家己赎罪，请你顶下救救阿顺。拜托，唔免啦，一旦看到你回头，我的心愿已就。天仔，想要到千年之前，咱都已经结缘了。虽然只是啦，咱只有一天的阿母的，啊，不过我也是足感激你，我知影做欢你。有这么多老百姓快乐，可是会用的，我希望后世人可以当做你的感受。阿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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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帅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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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帅，阿帅啦，阿帅啦，阿帅。阿帅用自己的性命叫醒天条的良知，天条带着赎罪之心，转到定海府。继续做守护村民的通天神条，一切拢恢复平静，忽然像啥货都无发生，阿雪万不出现过。阿伟怎奈变安尼哈？我，哎呦，阿伟当时个，我，我真准备落来，我奈变安尼啦，我哩要是变到我落去。阿母啊，你莫阁吼我啦。这天公伯也是公伯，原本无属于咱的物件，咱强求是要创啥啦？咱过了平安幸福，这是咱上大的财富啊！好。喂，你是咧骗阿母？不怪我这歹运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无论安怎，今年咱的阿秋就投降，予咱转轮，有听到无？哦。拜托的，你嘛行路行一下较紧的，行路咱久咧扫的，今年搁抢无头香哦，我真正今年搁变忙啊啦，行啦。当初我嘛是来抢头香，才去拄着阿帅，伊是头一个唔惊我的衰运，对我笑，甲我鼓励的人。阿帅，我足想你的，假使讲即届我会当抢着头香，我是不是就会当看到你？洪水轮流转，你别放弃，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为着你这句话，我着去拼一届。对对对对，安尼讲就对啊，今年头一定是你的。他直播，你就成功啊！嘿，你看，你看，公囝哦，抢到头香啊啦！天才啊，你总算成功啊，恭喜你哦！真刚哦，伊是我的查某孙啦，叫做阿斌啦，啊，对下港来遮佚佗啦，啊，阮十几年无见啊啦！手刚演放开啊！乖乖，这下绝对不爱搁放手啊！
人讲无缘无故不成夫妻，不离过强求所得的婚姻是歹苦长。其实放手成全也是一种幸福，凡事颠倒会拄到属于家己的缘分。台湾人真爱观光旅游，竟然邀人组团要去银座地府了。俗语讲，娶某大姊坐金交椅。规整上烟斗，烟斗啊贵，为着想拼大个一千年无大志，竟然要求好酒摊八分半罐，带去游地府看阿妈，还想要到一日咱再回，还烟斗啊贵，金融永界玲珑色，伊敢有机会见到伊个无大志呢？明仔载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烟斗啊贵，游地府。